女友佢做空中飞人，黑帝冇人。F1 印度站咧今日举行噶啦，黑帝夏姆顿就睇嚟心事重重咁啦吓。除咗系因为咧要排第三出赛之外咧，仲因为佢个女朋友 Nicole 咧又发烂渣啦。阿 Nicole 咧访问时就话自己唔想玩 long D 喎，咁佢又要顾住自己嘅歌唱演艺事业噶嘛，系嘛？咁如果要见黑帝嘅话，咁咪要做飞人咯。平时要喺加州飞去摩纳哥啊，今次就要由英国飞去印度见阿 boyfriend。哎呀，简直真系人都癫啦，系嘛？佢话如果大家想维持落去咧，就要俾心机经营，争取机会见面咁话啊。